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说到袈裟床如来的修持方法，袈裟床如来教化众生要少欲知足，为自己消弭灾祸，不受业力牵引，才能够舍去恶业果报。接着地藏菩萨又对佛陀说，若有人听闻大通山王如来名号，将会遇见恒河沙佛，广为说法，成就菩提。这尊大通山王如来，山王是指须弥山，须弥是梵语，汉文的意思是妙歌。大通简单来讲，就是般若智慧。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，用四宝来比作数字，数字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分别是大圆镜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以及行所作智。数智合成就是八力。佛家讲转八识成数智，数智犹如须弥山，有了数智，就会当通达诸法，无障碍。总括来讲，这尊佛犹如须弥山一般悬的智慧，听闻伊一人来讲法，就犹如恒河沙一般无量寿尊佛伫同一个时间讲法。结合了无量佛的庄严妙智，一定会当成就八力智慧，创行无碍。以电视媒体来讲，一个弘法电视频道，就好比是大通山王如来。电视上各种各派的法师宣讲智慧妙法，若是收看电视弘法的节目，同款会当开启咱的智慧，证得无上菩提报身之果。地藏菩萨所讲，听闻大通山王如来名号，必成菩提，这是如来开的方便法门。修行也是要依照文殊修的修学次第，无任何的近路。佛陀讲法49年，所讲的佛法也只不过是一杯恒河沙而已。但是对着大通山王如来修行，就会当贯彻诸法无量，这是真殊胜的机缘。佛陀有讲过，万法不离本源，只要开启八力智，就会当通达诸圣法。所以地藏菩萨才会教化众生，以至大通山王如来修行，帮助家己开启四智，来证得菩提佛果。接下来来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有一天，小蒋载着一名女乘客，女乘客一直上车，就拿一片 CD 要跟伊结缘。伊向小蒋介绍 CD 的内容是地藏经中诸佛名号的清凉唱诵，在车内唱诵会使借由诸佛加持来保庇行车平安。小蒋就随手将 CD 拿出来放。这位女乘客是伫道场服务的志工，对着主持修持地藏法门。伊特别向小蒋介绍大通山王如来，宣说着这尊佛的威神力。女乘客讲，家己还未合佛的时，恰恰怀疑先生有分外情，加以检查先生的公事包、皮夹，甚至是手机啊，拢甲翁仔某的关系真紧张。最后接受着地藏经。清念大通山王如来的名号了后，完全想通啊，未搁再怀疑先生，也未去检查伊私人的物件，完全信任伊。女乘客伫要落车之前，搁予小蒋一本地藏经，建议伊有闲的时间就加读挂。
故事中的乘客就好像是冥冥中要来帮助小蒋的，因为他的夫妻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。在听了乘客的亲身经历后，小蒋决定持诵地藏经，期盼借此改善家庭。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，能够成为夫妻是一种缘分，所以彼此之间要相互尊重、相互关心、相互照顾，因为这种福报、这种善缘是不容易的。如果夫妻之间能够了解这些道理，一定能够知恩、感恩，彼此相互感激，相处就能和和。造成小蒋和阿母关系紧张的原因，爱对车顶副驾驶座迄支长头毛来讲起。迄一天，小蒋的太太秀珍，伊要去社区割插花，因为爱准备的花材真多，就麻烦小蒋开车送伊去。秀珍拍开副驾驶座的车门，发现有一支长头毛。伊质疑小蒋，随便予女乘客坐伫头前。小蒋讲，将来就无单独予女乘客坐伫副驾驶这个位。小丁无相信，怀疑伊伫外口有别个查某。对小蒋无介意上下班的时间固定的套路这件代志，小丁一直藏在心内。小蒋生性爱自由，无想要予固定的工课绑牢的，伊才会去开家庭车。因为小蒋的外表真有查某囡仔缘，小金烦恼会有查某囡仔主动找伊，惊先生把持袂牢，会惹出纠纷。自从小蒋有这片念佛的洗涤了后，伊就时常伫个车内放，够蛮奇怪。在过去，伊常常会载着做服务业的女子叫车，即马是愈来愈少。反倒当时长辈来叫车的机会愈来愈多。秀珍也毋免烦恼，伊的先生有机会会乌白来，夫妻的关系变甲无遮尼紧张。后来秀珍明白，改变因夫妻关系的法宝。就是那片念佛的洗涤，小蒋家己也做了不少的改变。早起的时间，对过去暗时十一点，提早两点钟就收班，早一点啊回去休困。早起载客的收入不但无减少，颠倒阁增加不少。为什么一片念佛的洗涤会乎小蒋翁仔某开启智慧？因为混合和翁仔某的爱欲执着变较少，互相信任的感觉有增加，有了智慧就未有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三生，是因为爱欲执着障碍了智慧门，混合拄好会使将这层障碍去除，同时也将恶缘扫除。善缘就对你来，小蒋夫妻紧张的关系不但化解，阁度化小蒋进入佛门。除了平常时早车载人客，有时间的时，伊嘛会去做志工，关怀弱势团体。大通山王如来有无上智慧，不仅广说佛法，为众生开示，悟入佛之之见。也间接为众生排忧解难，称佛名号靠的是念力和愿力，才能与佛相应，而愿力是凡夫众生所欠缺的，因为一般人都害怕发愿，怕发了愿就要还愿，其实佛并不需要众生还愿，而是要有承担力，有愿就有力，愿意承担的人，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乃至一切贵人都会前来相助。有一句话说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响，
未少人烦恼，在急难的时阵，会叫未到相应的佛来救家己。地藏菩萨真慈悲，伊早就安排真济分身。即尊佛若无相应，自有相应佛。伫个地藏经内底，地藏菩萨有列出几若尊佛，有净月佛、山王佛、智胜佛、净明王佛、智胜咒佛、无上佛、妙声佛、满月佛以及月明佛等等。天上诸佛拢是诸心彼悯，佛佛得同，无分你甲我，互相支援。只要虔诚一心，就会当上得诸佛菩萨。诸佛的名号只是名相，就好比讲每一个众生的名同款。例如讲，每一种动物、植物拢有伊家己的名。号名的目的是方便分辨，未去造成混淆。就算是同名同姓的人，也阁有血液甲指纹来做区别。所以讲，佛家讲相有分别，性无差别。每一个人外表有差别，但是佛性拢是同款，所以唔免烦恼得袂到圆足。在诸佛内底有一尊智胜佛，也叫做大通智胜佛。这尊佛在还未出家之前，伊是一名王子。在伊的父亲成道了后，伊嘛出家成为一名沙弥。沙弥听闻了大通智胜佛宣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信受奉行，开始度化众生。随后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在十方国土说法，吸引百千万名的菩萨前来听法。因为伊家己的悲愿，造就了无量数的众生得道，最终伊家己也成就了佛道，受记为大通智胜佛。分别到了后，自然会有发心的菩萨成佛出定，这是因为佛佛得同，佛性相应。所以未成佛之前，先发愿做一名菩萨。若是家己已经成为菩萨，诸佛一定前来相助。在第一品《念力天宫神通品》中有讲到，地藏菩萨发愿了后，马上传承到佛的威信力，当下马上就分身出来，帮助伊普度地界众生。智胜佛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，竭力弘扬佛法，度化无处众生，进而成就佛果。妙声佛则用庄严的音声来度化众生。如果能虔诚称念妙声佛名号，就能获得大利益，不堕恶道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在佛德时代，有一位真富裕的中介，带一名梦中的女子为妻，一年了后生下一个后生，生得上好庄严。这个孩子大汉了后，伊的喉咙真好，歌声真好听，吸引城内的民众前来聆听。无多久，伊的名声传满全国，深深受到人民的喜爱。有一天，中介后生甲好朋友出城去佚佗，见到庄严上好的佛陀，便恭敬顶礼佛陀，注足听闻佛陀讲法。伊听完了后，心开意解，萌生出家的念头。
回到家了后，他向父母表达他要出家修行的意愿。虽然他的父母不甘后生出家，最后也是答应他的请求，圆满后生出家的心愿。苗声 BQ 的美妙声音深深受到新团的赞叹，心中清晰获得苗声 BQ 为什么有福报拥有这么庄严好听的歌声。获得向众生开始，在过去累劫中，波罗乃国有大善知识毗婆师佛注释，教化众生圆满了后就入涅槃。国王为伊兴建一座四层的宝塔，将舍利弗供奉在塔内。迄当时有一位上好庄严的少年人，见到佛塔，心生欢喜，大声唱歌，赞叹佛塔的庄严殊胜，并且歌颂毗婆师佛殊胜的教化功德。这位少年人就是苗声 BQ 的精神。苗声 BQ 教导众生爱赞叹诸佛，佛陀有讲过，佛陀住世在人间，世间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佛，赞叹诸佛也就是赞叹每一个人，功德善缘当然就会当得到较大的利益。在称佛名号品末了，地藏菩萨特别说到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，若天若人若男若女，但念得一佛名号，功德无量，何况多名，是众生等生死死时智得大利，终不堕恶道。若有临命中人、家中眷属乃至一人，未是病人，高声念一佛名，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、余业报等悉得消灭。佛家讲，礼佛一拜，福增无量；念佛一声，罪灭三合。这一拜不是随便轻浮的一拜，必须要有恭敬的心。念佛也是安尼，爱发自内心的虔诚，搁爱有忏悔的意念，才会当上达诸佛天听。地藏经供应过讲到这，进入了第九品的尾声。地藏菩萨的本愿力，犹原挂念着世间苦难众生，热心诚恳教导，循循善诱，敦敦教诲，拢是咧劝发众生的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众生的智慧心眼，也是佛性的光明灯。如果无菩提心，就永远在黑暗中见袂到光明，当然也着照见袂到佛性。佛家常常讲三昧是修行是毋是成功的关键。修行常在三昧，也着是把握当下。佛性处在自性三昧，佛性一旦入定，就已经根深蒂固。念佛一声，足以撼动须弥山，汹涌涅槃海。如此一来，山海震动，罪业自然减除。来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位痴书者，伊学佛将近有20年，但是伊拢无正式皈依三宝，因为伊的婆婆甲伊的先生拢反对。书者拢是偷偷利用买菜的时间去佛寺礼拜。伊的婆婆甲先生拢真爱食肉，每一次去买肉回来，伊拢会先伫菜市啊附近迄间寺院跪在佛的面头前忏悔，求菩萨赦免婆婆甲先生的罪孽。料理三顿的时，伊嘛会先念佛祈求，为买来的鱼甲虾啊超度，度化因来世卖阁沦为畜生。此书者伊正式皈依进前几年，伊的婆婆甲先生陆续过往。
书籍拢是用佛教的仪式来为因办理后事。婆婆甲先生两个人伫命中之时，面色拢是青顺顺。离奇的是，经过念佛诵经，面色转为红色，面带笑容，安详离开人世。书籍经过婆婆甲先生的过身，阻碍嘛对咧消失，伊正式皈依三宝。法师对伊讲，其实早伫20年前，你的心就已经皈依三宝。如今的皈依仪式，是要消除心内的挂碍，互你的自信站在三昧之中，互家己成为内外兼修的三宝弟子。学佛修行，端在一念心，只要初发心无退，诸佛菩萨拢会保庇。有心比啥物拢较重要。如果无心，念搁较济的经文，也是佛号，拢是无路用。外在的环境对修行者来讲是考验，只要道心坚固，一声佛号就足以坐灭三合。称佛名号，不光是念外向上的佛，而是叫醒心中那尊沉睡的佛。神秀禅师说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我们都是凡夫众生，没有超凡的佛性，所以可以渐修自己的心性，将自信常处在三昧中，相信自己佛性本具，相信一切众生佛性本具，相信万法唯心照，相信缘起性空，三世因果，老实修行才能成就佛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《地藏经》说因果，下次再会。